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我们讲第十六品经文《堂舍楼观》第十六。这一品经文讲述两项内容：一，佛菩萨所居住的宫殿，明妙如镜。 照纳十方，这是弥陀的静心所流现的。二，极乐境中的往生者，受用种种大乘法药，随意修行，自在正果，皆大欢喜。请看经文，有无量寿佛讲堂精舍。 楼观蓝水，一街七宝自然化成，复有白珠摩尼以为交络，明妙无比。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。无量寿国中，说法的讲堂，修法的精舍，以及一切楼观蓝水。 都是七宝自然合成的。冠是指楼，栏是指栏杆，直的称为栏，横的称为榫。在它们上面也都悬挂了白珠、摩尼等宝所做的璎珞，交叉悬挂，如同网络，互相辉映。 互相装饰，光明美妙，没有相比的。诸菩萨众所居的宫殿也是一样，显示平等之意。请看下面经文：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，有在地受经听经者，有在地经行者。 思道及作禅者，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，惊醒思道及作禅者。上一段经文讲极乐世界的境，这段经文讲极乐世界的境中人。这些镜中人有种种不同的形象。 有人在地面上讲经，当然就有很多人在听经、诵经、受经。还有人在地上经行的，经行有两种方式：一绕念，二在直线上来回走着念，像织布机上的梭子，有一点活动。 就是要避免昏沉，因此坐念与经行要交替进行。还有人在地面上思道与坐禅。思道就是思维于道，坐禅就是打坐休息禅定。极乐世界的虚空中，也有上述种种修持的人。 念佛兼修十善业的人，往生后可住在虚空。请看下面经文：获得须陀环，获得斯陀汗，获得阿那含、阿罗汉；未得阿惟越智者，则得阿惟越智，各自念道、说道。 行道，莫不欢喜。在极乐繁盛同居土中，有种种修持的人，获得须陀环，获得斯陀含，获得阿那含、阿罗汉，以及得阿维越之。须陀环是出国，出国以后的二国、三国、四国。 都是指的断货。若是见货全断了，就等于挣了出果。但发心不只是出果，这是由于前生的修习，在这一方面居多，因此在这一方面相应的比较快。实际上，极乐国土一律是发大心的菩萨。 往生论说，二成种不生。出果名为入流，是凡夫出入圣道的法流。斯托含是二果，意为一来，断欲界九品私货中的前六品，还需到人或欲界天受生一次。阿那含。 是三果，意味不还。断尽欲界私货之后，三品不再还欲界，以后受生只在色界与无色界。阿罗汉是四果，意味杀贼、应供、不生。断尽上至非想出一切私货。 入有余涅盘，不再来三界。阿维月智就是阿比拔智，就是不退转。《弥陀要解》中说：一位不退，入圣流，不堕凡地；二行不退，横度生，不堕二成地；三。 念不退，心心流入萨婆若海。萨婆若海是一切种智海，也就是如来国海。需要破一分无明，正一分法身，才能一念一念都流到佛的智慧海。所以这是极高的境界。但是凡夫往生之后， 首先是位不退。极乐国内唯演一成法，诸往生者都发大心，所受用的都是大乘法药，因此不堕二乘地，正行不退。极乐国中没有退远，一切都是增上，寿命又是无量，所以。 必正念不退，因此要解说五逆十恶十念成就待业往生，居下下品者皆得三不退也，并极力赞叹说：既是凡夫，又是阿比拔致，可他仍是凡夫。 十方佛土无此名相，无此皆位，无此法门。若非自心自性登峰造极的妙德所致，与持名功德之奇特功勋，再加上弥陀的一城愿海，要不是这三个方面，怎么会有这样殊胜无比的奇迹？ 下面谈谈学习第十六品经文的感悟。感悟一：十方佛土无此名相，无此皆位，无此法门。这样的世界不去，非于即狂。要解说五逆十恶。 十年成就，待业往生，居下下品者，皆得三不退也。并极力赞叹说：“既是凡夫，又是阿比拔智，既是阿比拔智，可他仍是凡夫。十方佛土，无此名相，无此皆位。” 无此法门，同学们，这三个无此，你听明白了吗？千万别错过机会了。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有这个名相，有这个阶位，有这个法门？我们的前人已经给出了答案：自心自性。 登峰造极的妙德所致，驰名功德之奇特功勋，阿弥陀佛的一城愿海。第一次复讲，第二次复讲，这三句话被我忽略了，一滑而过了。这一次写讲稿，品出味道来了。这三句太重要了。 让我修学净土持名念佛法门的信念，又加上了一道保险。我庆幸，我怎么有这么大的福报？学佛选对了路，二十多年不换题目不拐弯儿，我太幸运了。我要告诉我的同修们，修行要择路一条。 稳稳当当不动摇，眼前就有捷径路。世上无如念佛好。感悟二：西方极乐世界处处体现平等，这是其他世界所没有的。阿弥陀佛用平等法。 平等普度一切众生，平等成佛，这是西方极乐世界独有的特色。请注意“独有”二字，“独有”就是独家所有，找不到第二家。西方极乐世界处处平等，无一不平等。大家想一想。 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我们的身相都和阿弥陀佛一模一样，还能找出不一样的地方吗？找不到，一个也找不到。本品经文里展现的是住平等，经文里是这样说的：“有无量寿佛讲堂精舍。” 楼观蓝水，一街七宝自然化成，复有白珠摩尼以为交络，明妙无比。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住的地方。 和诸佛菩萨种的是一样的，这样的平等，在任何佛国土都是找不到的，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儿了。记得我给大家讲过一个关于毛主席当年在延安只有一条裤子的故事，大家听了非常感动，听说很多人都听哭了。 战士们只有一条裤子，毛主席也只有一条裤子。主席和战士同甘共苦，这叫平等。什么叫领袖？这就是我们的领袖，这就是我们永远怀念的伟大领袖。娑婆世界，当今社会不平等的事情太多太多了。 随手拈来，不胜枚举。人们对此已经司空见惯了，因为这已经成了社会生活的常态了。举一个浅近的例子：省政府机关分房，级别不同，分房面积不同，这么多年就是这么分下来的，这不足为奇。 无可厚非，因为政策就是这么规定的。虽然每次分房都有一批人得红眼病，这没办法，因为这种人欲望高，但抵抗力低，得红眼病实属正常。怎么办？慢慢聊吧。让我惊讶不已的事情是。 我陪人送一位老处长的骨灰去寄存处，那里寄存骨灰也按级别，分省级领导间、厅级领导间、处级领导间，没看到科级领导间，大概科级不够住监的资格吧。我就想啊，这纯属是妄想。 这些人在阳间按级别分房，来到阴间还按级别分房。不知道阎罗王知不知道这件事情？我就想啊，这也纯属是妄想。我可不去住这个间那个间，我是虚空法界任我游。西方极乐世界是我的归宿。 好了，别打妄想了，好好念佛求生净土吧。西方极乐世界不会佛住七宝宫殿，等觉菩萨住砖瓦房，十地菩萨住茅草棚的。这个世界是不平等的，学佛人的心是平等的。 用我们和西方极乐世界相应的平等心，去感召平等的西方极乐世界。早点回家实在好，家乡真是太美妙，那里亲人多的是，六道里边找不着，轮回六道太苦恼，茫茫苦海。 受煎熬，这个历史时空点，百千万劫难遇到。诸佛如来道娑婆，救度众生离苦难。视现无量无边身，苦口婆心不知倦。我们都是幸运者，遇到这个时空点。 老师念佛求净土，生死大事今生办。感悟三：西方极乐世界修行自在，真正彰显了法门平等无有高下，令我羡慕。经文中有这样一段话：“终有在地讲经。” 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，有在地经行者、思道及坐禅者，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、经行、思道及坐禅者。读这段经文，我感慨万千。极乐世界太好了，在那里修行。 太自在了，在那里修行，每个修行者都有选择的自由，选择地面修，选择虚空修，不受任何限制，自由选择；选择讲经、诵经、受经、听经，不受任何限制，自由选择。 选择精行、思道、坐禅，不受任何限制，自由选择。在极乐世界，信仰哪个宗教不受限制，修学哪个法门不受限制，修学哪部经典不受限制，选择修学方式不受限制。这个世界太好了。 在这里修行太自在了，就凭这一段经文，我也要移民去西方极乐世界。我学佛二十多年了，我的亲身经历让我深有感触，在娑婆世界修行太艰难了，太不容易了，举步维艰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。 到处亮红灯，让你寸步难行。弘扬释迦牟尼佛正法的法师，被扣上邪师的帽子，销毁法宝；弘扬释迦牟尼佛正法的在家居士，被扣上富佛外道的帽子，弄上个黑名单，到处散发。不是大丈夫，干些苟苟且且。 见不得阳光的事情，帽子挺大，下面没人呢。事实呢，可以把事实拿出来公开批判吗？我的所有东西都在网上挂着，没有掖着藏着的，全部是公开透明的。我不怕被批倒批臭，如果能被批倒批臭。 说明该倒该臭了。我为什么早不说这些话？我怕连累师傅老人家挨批挨骂。况且我也不想做师傅的不孝弟子。二零二四我十八，风华正茂好年华，大好年华干点啥？讲讲《无量寿经》吧。 这可是件正经事儿，别怕八风猛劲儿刮。邪不压正是真理，你要永远记住呀。弘扬正法路艰难，做好思想准备了，扛踢扛骂不倒翁。西方极乐是我家。下面。 我们开始讲第十七品经文《全池功德》第十七。这品经文讲述极乐世界全池的不可思议功德。先是演说极乐世界的总相，并显明全池的大小、池水的妙德、岸边的香树、池上的莲花等。 其次，讲述全池之水，演说妙法，成熟极乐众生的善根。最后，讲述十方往生者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生，极乐净土的无情说法，遍满七国，耳目所对之境，全显当人的本心。 举足下足之处，都在做佛事，所以于无上道永不退转。请看经文：右期讲堂左右，全持交流，纵广深浅，皆各一等。或十游寻二十游寻 乃至百千游巡，湛然相结，具八功德。讲堂左右，全池交流。这两句是极乐的总相。国中各处都是这样，在讲堂之外，全池环绕，四通八达。 国土到处都是如此，所以是总相。以下，纵广深浅，皆各一等，标明全池的大小，这是别相。全池的长宽和深浅有不同的等级，有各种的形式，都是调谐相称的。 各种大小、形式，各种长度、各种宽度、深度、浅度都很相配，这是“皆各一等”的意思。全池的大小，有的十游寻，有的二十游寻，乃至到百千游寻。池中的水湛然相结。 清湛、芳香、洁净，具有八种功德，所以叫八功德水。唐毅的《阿弥陀经》说：“何等名为八功德水？一者澄净，二者清冷，三者甘美，四者清软，五者。” 润泽六者安和，七者饮食除饥渴等无量过患，八者饮以定能长养诸根四大，增益种种殊胜善根，多福众生常乐受用。水能除恶，长生诸根。 还能增益善根，真是不可思议！极乐众生真是多福，请看下面经文：岸边无数旃檀香树、吉祥果树，花果横芳，光明照耀，修条密叶，交付于池，出。 种种香，事无能御，随风散馥，沿水流分。岸边有无数旃檀香树和吉香果树。旃檀是印度香木，俗称檀香木。吉香果在中国没有，它的形状像瓜蒌。 中国有石榴代表，一花接许多石榴籽，表示吉祥。花果横芳，花跟果经常是芳香。光明照耀，花朵果实都放光照耀。修条密叶，很长的枝条，很密的叶子。 水边的两岸都有树，树长了很长的枝条，延伸相接，盖覆在池水上面，交付于池，放出种种幽香，香气的美妙，不是世间的种种妙香所能比拟。随着清风散布本体的相互。 沿着池水流送花味儿的芬芳，境界美妙，文字也美妙。随风散付，沿水流分，使人身临清风流水送来的芬芳幽馥之中。请看下面经文。 又复池饰七宝，地部金沙，幽波罗花，薄滩魔花，拘摩头花，分陀丽花，杂色光茂，弥覆水上。还有用七宝装饰的这些莲池，池的底部铺满了金沙，池水上面。 是四种颜色的莲花：优波罗花是青色莲花，薄昙摩花是红色莲花，鸡毛头花是黄色莲花，分陀利花是白色莲花。它们覆盖池水上面，莲花各放妙光。《阿弥陀经》说。 青色青光，黄色黄光，赤色赤光，白色白光，说明四种妙莲放妙光，与本经的杂色光貌正好一致。杂是指重、集、合、合的意思。此处的杂色。 是指不同颜色的妙光汇集合配，并且光色明亮，所以称为杂色光貌。请看下面经文：若彼众生过于此水欲至足者，欲至虚者。 欲治妖业，欲治净者，或欲贯身，或欲冷者、温者、急流者、缓流者。彼国的众生，若要在池水中沐浴游泳，在池中的人心中想水到足就到足，想到膝盖。 就到膝盖，想到腰就到腰，想到腋就到腋，想到脖颈就到脖颈，想淋浴就淋浴冠身，想它凉一点就凉一点，想它温一点就温一点，想水冲的急一点就急一点，想慢一点就慢一点。 黄念老告诉我们，他看过明信片上的敦煌壁画，上面有极乐世界的游泳池，池水中有正在游泳的人，头上都有圆光。游泳池边上也坐了好几位，头上也都有圆光。七水一一随众生意。 池水对于每一个众生都能满足他的意。试想，只是在一个池子里头，许多人都在游泳、沐浴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思。你要浅就浅，要深就深，要急就急，要慢就慢，要温就温，要凉。 就凉。每个人都能满足自己的意，一个池水可以同时满足许多人的意，这就彻底打破了众生的情见，全显华藏世界十玄妙门不可思议功德。在一针法界中，一根毛，一粒微尘，就是全法界。 局部可以含摄全体，如同地网上的千珠，每一珠都映出千珠的光彩。一真法界就是法身，就是佛心，也就是每一个众生的妙明真心。因此，极乐池中的水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。 以无知而遍知一切，在水中众生的心意，不需造作安排，自然意义圆满每个众生的心意。同时，同地出现各种不同的差别境界，妙应无穷，不是有思量分别的凡心所能理解。 开神悦体，静若无形，宝沙映澈，无身不照。水不但自然适应梅雨者的心愿，更殊胜的是水，水还能开你的神明，使你心神爽朗，增长智力，并且洗后身体舒畅安乐。 水清湛净洁，如同虚空，没有形状。水清见底，池底的宝沙都能彻底映现。水中没有任何一个深处是宝沙映照不到的，因此说无深不照。请看下面经文。 微澜徐回，转相贯注，波扬无量微妙音声。或闻佛法僧声、波罗蜜声、止息寂静声、无声无灭声、实力无畏声；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、大慈大悲喜舍声。 甘露灌顶受卫生，这一段经文是将水演说妙法，显示极乐世界无情说法的不思议功德。水中波浪，大的叫做澜，小的像水面的细纹叫做波。经中所说的微澜，是指波。 这些水波安和的徐慢旋回，波与波的水互相注入，水流有声，演放出无量的微妙音声。水波正在广宣法音，饶益众生，使闻者个个听到自己愿闻的法。一。 或闻佛法僧生，佛法僧是三宝。《阿弥陀经》说：“闻是因者，自然皆生念佛、念法、念僧之心。”二，波罗蜜生，意味到彼岸。修菩萨的大行，能有生死的慈爱。 到达涅盘的彼岸，叫做波罗蜜。三止息寂静声。止是指停止，息是指休息，熄灭种种妄想。止息即是止观，止观三说，法性既然曰止。 继而常照曰观，这是说既然不动叫指相当于界定会中的定，在既定之中仍有觉照的作用，就是观，它相当于界定会中的会。寂静，见前面诸根寂静的解释四。4. 无生无灭生。清凉国师说：“诸法本自无生，变自无灭。”人王经中说：“一切法性真实空，不来不去，无生无灭。”心经中说：“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。”心经的空相。 就是人王经的真实空，即是第一一空。一切法即是真实空，从何处又有生灭去来？因此本经说，彼佛如来，来无所来，去无所去，无生无灭。这样就远离了去来生灭。 空有等一切分别的相，所以清凉国是说：“诸法本来无生，既然无生，当然也就无灭了。五，实力无畏生，实力是佛正入实相的智力，共有十种。” 详见《大经解》四十六品实例的注解。无畏是指佛在大众中说法，泰然自若、无所畏惧的德，有四种含义。第一，说一切智无所谓；第二，说漏尽无所谓；第三，说正道。 无所谓。第四，说尽苦道无所谓。六，或闻无性无作无我生，一切法都没有实体，所以说无性。无作是指没有安排造作，与无为的意思相同。有所作为就成为。 有违法了，法是赞说极乐无为涅盘界，涅盘是无生无灭，除尽一切有为法，离开一切有为造作。天台主张说，全教法相中的佛，是修行感得佛果而成的佛。 为酬报三大劫修行的因所成的佛，所以是有违法的佛。原教佛的三身都是本来自然如是的性佛，不是由因地中修行造作的果实，因此叫无作三身。《法华守护国界品》中说。 全教从有为法修成的佛，这个佛果，只像人在睡梦中所得的果实。这是如来为众生全巧方便而说是佛。若是由无作法所证圆教佛的法报化三身，那是入梦以前的真我，这才是实佛。 这节课就交流到这里，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